原来从始至终你都没有相信过我。既然你们两夜也达不到目的了，那我就再帮你一把。 大中午的，喝闷酒呢？你不是也是中午来的？我是因为高兴，才过来喝酒的。我今天这身衣服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。没错，我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。 袁思雅，上次的事儿，跟你道个歉。我不该那么莽撞。我回去后想了想，你是温建成的哥哥，自己的哥哥怎么可能会抢自己弟弟的女人呢？不过，你为什么要和温氏去抢？你不也是温家的人吗？ 温家，我那个爷爷要跟你一样想法的话，我也就没必要跟温家对着干了。我真是个傻子，想都能想到啊。你是温晋臣的哥哥，温氏的总裁，却是温晋臣。很正常，因为我是私生子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20多年前我就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。